这个厚度也要求没有？厚度也要求，也要求啊。这个颜色算是浅褐色，这是黄铜啊，黄铜色。我看你这个探查的这个过程呢，都是单腿跪地啊。有句话叫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这个也可以叫别名叫黄金茶。黄铜色，里面还有一些带偏点铜锈色的话，那个是发酵还不到，还是就是就是那个轻一点的是吧？对，轻一点的。那叫赤喜。我刚才请教的这个带点绿色的，它是厚，就是老一点的叶子，是下面的一二两叶的第一片叶子。第一片叶子就是最下面那一片。对。它就是厚一点，老一点。对。相对。你看，就是两片叶子相差才一点点，它就有这么大的区别啊。